大家对公厕都熟悉吧？今天带大家来看一东西啊。你看到这个了吧？这个就是公厕啊，这边是女厕所。那现在所有奥兰多和佛罗里达的这个大量的快餐店呢，基本上都已经把这个厕所上了锁啊。可能很多朋友很奇怪啊，说这公厕为什么要上锁呢？美国原来啊，所有的快餐店的公厕都是不上锁的。后来呢，由于很多的这个瘾君子跑到这种连锁快餐店的厕所里面去抽两口，知道吧？导致呢，美国后来慢慢的大量的连锁的店新店呢，基本上都在的那个厕所上面加了一个密码锁。这个店呢，我之前来的时候，至少在我回国前还是没上锁的，现在也把锁上上了。由此你看，美国现在那玩意儿泛滥有多严重。